最近对比较冷一点，脚会冻伤。我很期待看到那个王靖。哇，那我看安心亚好了。安心亚是谁？大正哥好像也有入围。那我再好好的在背后支持他们。我勇敢打拼，刷一滴汗，成功小声，将咱的故事写成歌，谱成咱的美梦。I have to keep running， 在海岸边的暗暝，找遍甘甜，前方的路总是灯火通明。我勇敢打拼，刷一滴汗，成功小声，将咱的故事写成歌，谱成咱的美梦。野心吗？因为接下来下礼拜我要主持金鹰奖，然后对我来讲，那个是真正的第一次，我对那个还蛮紧张的，所以努力准备这样。我这次自从接了金鹰主持人以后，我深刻体会到说，尽量还是不要做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。最近对比较冷一点，脚会冻伤。我是蛮紧张的。因为就是有很多就是在电视上面会看到的人，然后在他们面前表演，像是那个我很期待看到那个王靖。哇，那我看安心亚好了。安心亚是后天，还是后天再来？那那个大正哥好像也有入围。大正哥也是后天。那。没关系，我那个，我再好好的在背后支持他们。